思风，等我们回了邵阳，跟爹爹提了亲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玄机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怕有一天不能陪你终老，我会拖累你一生。思风，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考验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现在六十皆通，心里想的是清清楚楚，只有跟思凤在一起之后，才会是最幸福的。你就这个样子去见你爹爹？嗯，不好看吗？我可是打扮了很久的。把你的罗翠取出来。思风，等我们成了亲之后，我要你天天给我画眉毛。好，我天天都给你画。思凤，你连眉毛都会画？我这第一次跟人画，还不太会，慢慢的，绝对会给你画好看的。哎，别动，好痒，小心给你画个夜叉眉。快好了。思凤。嗯。我爹爹以前也跟我提起，我小时候他给我娘娘画过眉毛的。你爹和你娘，那不同。